怎么不早一点来啊？你这都已经很严重了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就是肝不好引起的肚子大啊。肝不好呢，可能还会伴有放屁多、口苦、口臭，头发呢爱出油，经常掉头发，指甲还会出现竖纹，爱冒汗、流虚汗，情绪呢暴躁易怒啊，睡觉流口水、打呼噜、胃胀烧心、肚子大、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、尿液发黄、头痛、头晕，每天呢睡够8个小时，白天还是没精神。大家看啊，肝出了问题啊，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不用喝护肝茶，也不能用民间偏方，更不需要忌口戒酒。放心吧，不用受苦，也不用花大价钱。肝脏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显老，肝不好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钱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口苦口臭是他，肚子大是他，尿黄屁多是他，指甲竖纹是他，眼睛干涩是他，看东西模糊是他，睡觉流口水是他。老板，我要来3盒护肝小棕瓶。3盒你用得完吗？我这肝不好都好久了。用不了这么多，你先拿一盒回去试试啊。肝不好吃它，肚子大爱放屁吃它，嘴巴臭乎乎也吃它，指甲有竖纹、尿黄、起沫多还吃它，睡觉打呼噜、流口水都吃它，眼睛干涩、脾气暴躁吃它就对了。肝不好的朋友刷到我，你们算是赶上了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如果你嘴巴臭烘烘、睡觉流口水、指甲有竖纹、眼睛干涩、疲劳乏力，从而导致尿黄、放屁多、口苦、口臭、口干有味道，你的肝还能撑多久呢？是这个专攻肝不好的华喜达护肝胶囊，我不会让你花冤枉钱跑来跑去，也不会让你乱吃药，我只想帮助那些被肝不好困扰的朋友，请您相信我一次，试试这个华喜达护肝胶囊，温和好吸收，养肝护肝不伤肝，不折磨不受苦，我把方法就放在视频下方了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。